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这个九尺的钢琴现在已经完成了安装，然后放到了我们预先设定它应该放的位置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还有一个 concern， 就是这么重的一个东西，普通的民宅的 floor 它能不能够承受。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，一般安省的 building code 规定呢，在民宅的这种公共活动空间，一个平方英尺应该最起码可以负担40磅的重量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你每一个平方英尺堆40磅的重物，然后铺满了整间屋是 OK 的。那么这间屋呢，有300多个平方英尺，所以这样算下来呢，应该最起码可以承受12000磅的重量。那么这个钢琴本身呢，只有差不多1200磅，所以呢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其他的一些家具、沙发啊之类的东西，都是，相对来说都是轻很多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您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不会 miss 我未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。欢迎您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